你滚，我不看，我他妈看完你肯定干我。白死。白死啥、啊、我没见过呀。老好看了，我都觉得好看。好看好看呗，我不看。我不的。看一眼。我他妈看完你肯定干我，我看他干啥呀。我是那样人吗？你可滚吧！你们这93年岁数大的女的说话最不准了。我肯定不生气，你瞅一眼。那我看了，嘎嘎好看。那我看了你不用生气啊。嗯、那我浅看一眼。哎呦，白丝儿配黑衣服干。你看你这咋回事呢？那不生气吗？老公。啥？你觉得他是黑配白好看？还是我白配黑好看？媳妇儿，通过我对于丝袜这个东西的理解，他就是怎么说呢，我认为吧，就是他就是那个，就他那个，哎，卖怎么卖淫呢？卖淫呢？怎么卖淫呢？岁数挺大怎么好卖淫呢？给你一拳。哎，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，干哈呀？哎呀，这么不禁逗呢，我还没说心里话呢。那你心里话是啥呀？他好看。